survive and believe that our spirit of God is calling through that it to be received. And once you become a Kumari, she cannot walk on the earth. She cannot talk on the earth. She can walk on the floor, but she cannot talk. And as I told you, after the previous song, 这个地方就是Kumari住的地方。 Kumari就是那个圣女啊，他们从小就是被尼泊尔选，然后就成为他们那一种的人间神仙那一种啊。Kumari住的地方，就是给你看一下，非常美的建筑物，太美了。 很多那些外国游客在这里听那些古玛丽的故事。现在我就是在古玛丽这个地方。 就是尼泊尔的特殊的文化，就是他们会根据他们那种传统习俗来看哦，被选成是一个living god的神，就是人间的神仙那种文化。他们从小就是被选了过后，就是好像是不能动地那一种的。 直到他来月经为止过后，那个的古玛丽的地位就会再传给其他的人。如果你要见到他的话，看那、啊、你比要看到那种彩虹的机会更加。哇、哦，太高兴了！我终于见到古玛丽了。 我是不觉得，我有这个机会看到了，太幸运了！就是在这个我后面这个，它窗口这样看下来，只给我们看差不多2-3分钟这样子罢了。哦，太高兴了！哎，我太欢喜啊，看到古玛丽啊，古玛丽就是一样的。 人间神仙啊，就是唔知几岁啊，样就是看到伊啊种嘅特色啊，伊对啊样嘅习俗是讲啊，很多会知会想样嘅种嘅神仙啊，所以人细细汉就被选咯，选中了就是过啲那边啊。我无想到我有这个机会看到古玛丽咯，因为我是觉得是真幸福看到，我唔知我嘅幸运啊，我自己我是第一班看到伊。 伊后录3分钟看咧，无通翕相，哎呀，我就是翕video，去遐看，然后叫我 stop 过来，叫我去登门看者，我就是古玛丽咯。OK， 拜拜。